哎，我觉得好好看哎，怎么办？对，好享受。功底都在。对，我很有劲儿。我给你提个建议，我觉得你跳的整段下来以后，我一直有一种提心吊胆的看的感觉，因为我觉得你的节奏没踩中节奏。但是我不这样认为啊，我很挺你金燕姐哈，因为您今年我看也36岁了，对不对？两个宝宝，然后一直呢在家。啊，这个没有出来工作，然后保持这样的状态，我觉得就是女性的骄傲，全职妈妈啊。然后我觉得能够跳成这样，证明她每天还有锻炼啊，并没有丢掉自己的专业，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很多女性的榜样。而且这舞我看她也蛮用力的，但她跳完她也不喘，所以她的这种基本功应该一直都有练习。去年10月份开始的。哦。来，职场情商课堂，请听好职场情商题。做了几年的全职妈妈重返职场，遇到职场歧视，你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？哎，我觉得这种歧视对我来说，我现在已经接受很正常了，非常能接受。如果说我去应聘这份工作，如果老板觉得因为我是有两个孩子的妈妈而不去应聘我，我觉得怎么说，我可能会当场会跟他有一些辩解。但如果是因为我已经去上班了，我的同事或者我的领导因为这个来质疑我，那我觉得可能是我的工作能力还没有到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你来说根本不是问题。对，你公公婆婆其实不让你重返职场，其实就跟这个问题差不多，你不照样以真实的行动去面对了吗？你应该不太会在乎。其实我们单位有，我们先后这十几年公司生孩子的有几十个了吧，然后生孩子回来确实脱离职场时间太长了，知道吧？你明显感觉到他说话好像就慢半拍了，是吧？他的公司的发展他也不清楚了。我觉得其实是要迅速适应的一个问题，如果能意识到这点就没什么问题。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反面例子，就我做的不好，我就是全职妈妈之后出来工作的第一份工作，然后呢去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司，但是我当时他们给了我很好的 offer， 我只提了一个条件，我说钱可以降，但是我每天4点要去接孩子，我可以接完孩子然后6点回来加班，但是我要去。但是公司当时对我妥协了，但是我回过来我反省我那一段时间的工作，其实说实话我到快到4点的时候我已经不在状态了。对，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心里还会想孩子是不是已经睡好了，这个东西我觉得我现在回头想，我对不起我那个公司，对他不好，但是实实在在的说，这个有些时候歧视之所以存在，就是因为它有一些事实不断的让歧视被验证。不太认同这个事儿，因为我们公司效率最高的是一位妈妈，然后因为最近这个我们也都在线上办公，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妈妈每天晚上10点她会消失，然后她会去哄孩子，然后凌晨2-3点她在上线，她在把各种工作完成，然后反而成了我们全公司的标杆。第一个，她每日的事儿每日毕，哪怕是凌晨来完成，作为一个榜样啊，给大家一个很强的一个激励。我觉得对，就是这样，我说的就是这样，就是你知道这个妈妈她跟她同样的素质的学历的能力的人相比，她要比那个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够匹配。其实这一点我有一些不同意的地方。之所以有歧视，一方面她的确是需要照顾家庭，要付出更多，如果是像要要在职场上获得别人的肯定，付出的因为工作我失去对家庭的关爱，失去对孩子的照顾，获得工作上的成就，我是不认同的。因为到孩子长大的那一天，其实他会可能会后悔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做企业的管理者来讲，应该多给他时间，让他去照顾一些家庭，要体谅他在家庭上的负担和痛苦。东哥，我们现在说的是辩证的，作为领导当然要去照顾这件事儿，但我说的是他现在是全职妈妈，他不能说期盼领导去这么想，你自己要作为这个，我作为这个主体，我要去争那个高峰。这个事情啊，不要再争论了，一分为二的去看。不管她是一个孩子的母亲，还是一个未婚的女士，职场的要求都是一样的，你只要把工作干好就行，干不好你内心就应该有愧疚。姑娘，你可以从你的角度出发，你想问哪两个企业家什么问题？我先问一个程老师，我先想表达一下，其实如果你要是我同事的话，我挺喜欢的。啊，谢谢。因为这个性格我比较喜欢。谢谢。因为据我刚才我对你的这个了解哈，我感觉你挺会分析人的，分析事儿了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在你的家庭里面，就是
就四个父母，然后还有你爱人，你是如何去协调中间的关系的？我不知道你是在家庭中是一个什么样一个地位，你可以问。问的是关键呀、啊，关键关键，没地位。高情商的最重要的表现是让对方始终觉得他在掌控谈话，然后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方向和目标。这本书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下，叫做《幽默与沟通》，因为这里面所使用的全是高情商的手法，让对方心甘情愿、舒服的愿意跟你达成一致，你就准确的反映对方情感。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很明白，他一步一步的就会给你敞开心扉，觉得你尊重他。那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本书呢？因为只要你张口说话，就一定能用得上这本书里的技巧，包括我此刻就在用这本书里的技巧在沟通，所以我相信这本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帮助。